大家好，我们下面教学一下第二个手臂造型的一个动作。首先给大家做个示范。好，走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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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侧面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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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好，背面看一下。走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。啊，三，好，这个手臂造型动作其实就是我们教的，就是之前那个横移的那个方法一样，小臂、大臂、小臂，但是在往上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一个小臂一看，大臂的时候我们向上抬，再把小臂伸直，另外一个手直接放在我们的胸前啊，对，肋骨的位置上，胸的下方 ，OK， 然后连起来就是看，预备，双手打开，然后右手往上抬，左手放平。好的，右手伸直，左手放在我们的肋骨上啊，肋骨上，左侧肋骨。然后这个时候要加的是身体有点像，又做一个45度的倾斜。再有就是看我的肩膀，肩胛骨向后夹紧，努力的向的脑后伸展，然后手臂向上延伸。左手的这个地方一定要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折角啊，不要掉的。如果因为你手放低了，手就是这样的效果。对，要撑起来，但是前面这个肩膀，左侧的肩膀要下压，这样子。我们的效果会更加的延伸的更加漂亮一些。好，收回来的时候弯曲手肘 ，OK， 然后大臂收回，小臂收回，然后我们数一下节奏啊，走，一 ，OK， 二，三，一，二，三，注意你的体态啊，保持住，一，二，三，好，注意。这个时候手型啊，手型不是朝着前方的后面那个举上面那个手，是朝着我们的身体的斜后方向压手腕，不要压的特别多。好，然后收一、二、三，主要做的是向上展的这个手啊，另外一个手只负责我们的造型。好，连起来就是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。好，谢谢大家。